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颁授仪式，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国家中作出重大贡献、建立卓越功勋、道德品质高尚、群众公认的杰出人士，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进中外交流合作、维护世界和平中作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人，对在各领域各行业作出重大贡献、享有崇高声誉、道德品质高尚、群众公认的杰出人士，将分别授予共和国勋章、友谊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亲自颁授勋章、奖章，签发证书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